都係啊，嗰個糖啊，車頭之中咧，好多意外平時啊，一走少少，咁啊揸住一日嘅已經啊喺第四隻彎，第一隻彎已經有嘅，就過頭啫，打第一圈嘅啫，而家仲係打完架都係二車，就攞打四車，三車和四車五車，夠幾耐啊？五車六。一百一七啫，六车变咗啊，四百七啫，八车啊，劲，好啫，好啫，十车车到，留得二车啦，而家好近啊，相关就话唔够啫，时间一分钟都未够，快啲啊，估计噶啦喎，顶。三車就唔止零啦，都係咁快噶咯喎！咦，人哋起碼多過你一個波，唔係咁玩嘅咩？三車又唔止零咧，喺長春街，後邊咧咩的士都有，而家仲有龍啊，爭緊上嚟，打啲色龍房色啊，哇！啲車啊同東方灣啊爭啲跑啊，好睇冇事。三A嘅賽員可以上飛啊，二三A嘅賽員，啲人哋咁快嘅，温摩打應該要。二百A嘅賽員，哇！真係好叻，而家包咗個龍，唔該，真係冇，係咪俾換快牙嚟？啊，前面先啊，啊，出咗留意啦，頭先個世界咁樣，唔關賺錢嘅嘢，咩啊？你講過啦，要聽住。 而家都係兩分鐘，三車六的士啊，六的士，四車黃色，四條，車輛上面應該冇咗啊，先轉彎啊，廿三號啊，應該要玩四號，哎呀，勾勾啊，老公我出咗嗰度啊，跟住咧，我兩個部隊。 後車輪車上車嘅話，留意啊！後車啊，後車咩啊？而家喺六路嘅呢條路啦，S1前面咧，啊黃色嘅三十五號，留意啊！留意啊！轉個頭咧，又有慢車啦，已經三萬車留意啊！後車嚟緊啊！後車都要小心，後車要小心啊！後車喺過車都要小心啊！ 啱啱得知到啦，二車係一百三千隻牛二，二車係三千隻啊！快住下度，慢車少少咧就要讓開少少啦。小個桶位，廿三號車留意啊！走後面嘅側近你 ，thank you。口位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啊，要小心啲啊！哇，好快啊，廿三號，哎呀，好想救到啊！大家水以為有啊，阻一阻。咁啊，前面個黃車留意啊，後面嘅揸住咧有隻孔雀啊 ，thank you。 避開咗之後咧，我鏟咗車過去嘅嚇，車好近，係一條路。咁啊，暫時咧，我試一就拋離咗少少，而家再跟住三，跟住變成個黃色多啲，走走啊，唔分鏟同乜啊，二車，三車係邊個咧？三車係少少，三車係啊，都係再少少啦。 四車係少一部黃色車，唔使啊！唔收得緊啊！東方車車都好大喎，得嘅，人哋撞你，你冇嚟撞人㗎嘛。佢要撞你都冇辦法㗎。係咪？哇！依個彎龍得快得似真係，嗰只彎好快啊！我哋嚟玩車㗎嘛。而家快龍嗰啲唔同喎，我哋而家車有啲唔同嚟。哇！直龍，點解佢哋快咗咁多嘅？而家好翻少少，但係你都係慢。 真係好慢，唔係你開頭可能摸打洞啊嗰啲咧，而家就唔係相差太遠，但都係輸。特別啲啊，跟住咧就到有少少人出車。未嘅，仲要加㗎喎。頭先係加一聲，未嘅，仲有少少嘅，大力啲得唔得啫？
個魚好黏粒啲㗎喎，佢唔會快啲㗎嘛。5分，5分，5分，3.4，6.8，81，29，22，96，20，我仲有名次喎，16，11，哇，炒到有2分半鐘，咦，的士咧就喺大市下炒咗，越嚟越甩頭咯，頭車啱啱喺個東方上緊去。乜頭嘅甩尾喎？我真係好小心嚟㗎嚇。咁咧，睇下先啦。而家翻嚟打翻就啲有變啊！老朱咧，突然之間咧就上咗去呢個三四車上啊！得唔得？喺個四個車嚟出嚟嘅話，你好危險啊！老朱嗰間藍色嘅白色車底啊！咦，頭車有意外打咗翻頭。跟住炒新車，二車嚟噶，大家留意啊！我俾新車啊，紅車嚟。嚇？大家有冇覺得翻啊？頭車冇事。好多意外，我一陣走噶咯喎。6分半鐘，頭車已經開始就時間喺嚟，因為佢新車開始。啊，頭車段時間咧係慢咗啊，時間啊。誒，有小童啊，睇邊位先啊？兩個車邊位？睇邊個前走啊？睇出得唔得？得唔得咧？係，唔該，太太 ，thank you。係。4、3、2、1，去得 ，thank you， 廿前楼。哇，柳庄翻张我咯，系咪啊？冇计啊，咦，几好跑，又快又咬。时间系7分鐘，我差唔多1分鐘时间够，不计唔该。哎呀，好叫啊！哎，仲有30秒，嗱，3车老朱，4车老红，5车阿包，6车阿杰。嗱，跟住咧到索起到啊，决赛第一回合啊！先係開始有啲動靜，大家就開始揸先啊！啲個頭車而家啱啱喺紅台灣上緊東方灣，眼直咧，而且啱啱喺紅台灣，但車速咧明顯咧開始慢咗啊！哇！時間就夠啦，睇翻埋中尾圈先。翻嚟咧，應該如無意外咧，依家架咧就係68號車台車啊，新車翻嚟咧，81號3車14號。4車就係用車廿九號，6車就係嗰度。好，開始完成，所有車去入邊。唉、哎，好在冇人翻 lap 啫。有啊，阿三時翻嚟。OK，test，test，test。